啊，现在开始上课。我们说呢，这个病啊，从这个前面的分析啊，认为呢还是属于这个心肺阴，因为百合的功效告诉你，它是滋养心肺的啊主要药物。所以呢，这个从病机上的落脚点呢放在心肺阴虚，但是我们认为应当以心阴虚为主。心阴虚为主的话呢，它心阴心血。和脾对脾的有什么影响呢？咱们在讲五行生克制化原理，心血和脾之间的话，它也是一个滋养的关系，是吧？相生的关系，木火土金水，所以心血不足，心阴不足，它直接影响到脾的运化。那么特别是呢，心血不能滋养啊脾的情况，那么它会造成呢脾气不足，脾运不健。这个在病机上一种认识是这样，但是有的认为呢也不是脾运不健，你说他或有美食，吃得很香啊，照常啊，是吧，用得很好啊。我们认为呢还是一个原因，心阴不足最主要的是表现为心神不宁。那么在脾的问题上呢，他睡不好，他也吃不好，另外呢他就是呢莫可名状，不知道自己你到底是想吃这个还是想吃那个，是不想吃这个还是不想吃那个，就是自己啊无所适从啊。他这就是呢不能够正确表达自己所想所愿，所以呢是有关什么呢，心神的精神恍惚的这个范围里，而并不是呢脾的运化胃的受拿出现问题了，是他的心神的问题啊，心神的问题。看看是不是从这两个方面来理解饮食上的改变。精神方面的改变，原文呢只说到了常默默，默默精神抑郁啊，寡欢呐，是吧？少语啊，是吧？闷闷不乐，抑郁寡欢。这是表现为一种抑郁状态。还有的人呢表现为特别愿意说，说的没完没了，说的都磨磨唧唧的了，是吧？语言方面是吧表现的呢异常，也有时候表现为和正常思维不贴，是吧？这都是属于精神方面的改变，不仅是表现为有啊抑郁寡欢的情况，但是也有的呢出现语无伦次，倒不是说精神异常到什么程度，就是语言表达上异乎啊寻常。这个特别我觉得呢他用的常字，因为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啊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的这个啊不随自己心愿呢、啊、是不是啊，谁惹着你了，你生气了，你这个郁闷了，这都可能发生的。那个呢咱们自己呢有一种适应能力，有一种调节能力，很快就过去了。但这个样的病人怎么样啊，他不能自身调节心态，也不能自行呢把他呢很好的这个处理啊。那么所以呢常常的，而且经过一段时日，或者呢他也经过一段治疗得不到纠正，精神状态。这个在病机上应该分析是哪儿啊，五脏辩证的话病机应该属于什么，肝郁，结果呢影响肝的疏泄，肝郁气滞，所以他肝湿疏泄，肝湿调达，他就老出现处于那种状态啊，不能自拔。下面第三点呢就是原文里面提到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这个呢就是指的起居行动方面的改变。欲卧不能卧呢，就是该睡觉的时候呢他睡不了，是吧？不想睡，难以入眠。那么或者是呢多梦，一醒了以后呢还是不能入睡，整个的睡眠质量很差。所以呢在白天那什么呢不能工作，精神不能集中啊，萎靡不振啊，甚至于烦躁啊，是吧？所以有欲行不能行，这个呢在起居行动上异常啊。
那么这个情况的话呢，我觉得呢，这个在临床上的表现也是千奇百怪的啊，千奇百怪的。说那个病人嘛，是吧？有一位这个女患啊，她呢就是家呢是这个住在楼上，而且在一个冬天里，她突然向她爱人提出呢，这屋里空气不好，我得出去散散步啊。那么他爱人说，这大冷天，这个深更半夜的散什么步啊，感冒了怎么办呢？他爱人就挡着门不让他出去，回头的话呢，他就非要说呢去开窗户呢要跳出去。大家想啊，那是怎么这个行为呢，确实是反常，是不是？在北方啊，这个冬天的话，那个窗户是封住的，那要是硬拽开，不用说是那个寒风刺骨啊，就是那也特别是从楼上往下跳，那个危险性也是很大的。就是这种思维啊，虚无异常，是不是？你要说他是精神分裂症吗？不是。这个病人嘛，他从外地到哈尔滨来，就是要请精神病院给他呢确诊到底是不是精神分裂症。结果呢，人家否定，说你啊，请你呢去到中医那去看看，是不是吃点中药。我觉得呢，他这种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就是呢神识上的，是不是啊？这个失调啊，或者失常。所以我们在概念里面也强调了百合病怎么样啊，是精神恍惚不定，饮食行动失常。等他那个这个比方说他心情比较平稳的时候，你要问他说，你刚才你怎么回事啊，他自己也觉得挺后悔，我怎么那样呢，是不是？所以这个呢仍然属于西医诊断里面的，是神经衰弱呀还是精神衰弱，有的就统称为神经官能症。这个在病机上仍然呢是从那个心阴不足，因为心主神明，是不是啊？那么当心阴不足的时候，心阴不足，神识所养，神不守舍，因此他的举止行为就不像正常人那样了，是吧？这个是有关起居行动方面的改变。第四，就是我们讲义上讲到，如寒无寒，如热无热，这是感觉方面的改变。什么叫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呢？就是说呢，他自己说呀，他恶寒，有点冷。你要真叫他呢，加上衣服啊，或者给他盖上被啊，他又受不了，想热，是吧？就说呢，不是真正的恶寒。那么回头呢，比方说，他说他很热，他把这衣服啊得脱掉啊，或者是呢把这被呢掀开呀、啊。实际上你要量体温呢，他并没有发热，是吧？那么这个呢，异常感觉，我觉得呢，这是仲景用文字呢把它概述出来。但是在临床上，我所见的病人真是千奇百怪呀、啊，一个人一样，那个。你比方我给你形容，就有一个病人呢，他到我这门诊来出诊来看病的时候呢，坐下了。这个女患呢，一会儿呢就从凳子上站起来，瞅瞅我，完了然后呢坐下来再讲她是什么情况，请我给她好好看。刚坐还没等安定几分钟，又这么站起来，我也挺奇怪，我说你怎么说是落东西了呢，还是怎么样？结果她一睡，我简直我是头一回听说这个异常感觉，真奇怪。他自述呢，他说，哎呀，我也不好意思说，真是我也感觉这种情况他不可能。我说怎么的呢？他说我一坐下来呀，我就觉得好像坐在气球上。我一想我明白了，这人肯定是神经精神方面有问题。我就非常镇定地跟他说，我也非常同情他，表示呢，我说你想想，别说咱这么大人，就小孩坐在气球上他也坐不稳，是不是啊？那个气球怎么能扛你坐呀？哎呀，他说说的是呢，我也觉得不可能，但是呢我真就有这种感觉，就好像坐在这个底下啊有东西垫着，软乎乎的，完了呢好像呢还撤不掉。这是这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呢，他呢是个老年的人，他有慢性萎缩性胃炎，是吧？当然他是来看呢别的病，同时呢他告诉我呢，他睡眠不好。怎么不好呢？每天晚上必须把这手指头得是这么一个形状，放在哪儿呢？放在胸骨柄这块，然后呢自己才能慢慢的沉静下来，能够呢促进就是入睡。
不是这种姿势，他想别的事儿，这一夜就睡不好了，很难入睡。大家想，这种遗产感觉，你说是双指头呢，还是一个手指头点在胸骨柄上，它能起什么作用呢？这就是西医所讲的强迫症，是吧？强迫症。那么他自己也希望啊，不用这种姿势，但是摆脱不了，摆脱不了。这个呢，我认为也属于咱们这个遗产感觉的范围啊，遗产感觉的范围。还有一个女患也很有意思，她表述的呢，她说呢，她要是穿的这个少了，就这个雾峰的那个症状更明显。雾峰的感觉在哪儿呢？就是臀部后边这个地方啊，一走起来，特别是走路，她不敢快走，她就觉得呢有风在吹的，扇乎她。她没办法，她就这地方来加厚，在厚衣就厚这一部分，为了呢好像能够掩盖一下这雾峰的感觉，吹风样的感觉。像这些吧，我都觉得呢，这个临床所见的病人呢，他们的形容都有他们自己的那个这个特异的那种感觉异常吧，好像吧，用什么语言也没有人家张仲景用如寒无寒，如热无热这种高度概括，全包容进去了，是吧？这个也属于百合病临床特征之一，是吧？那么在病机上仍然属于心阴不足，是吧？导致他精神恍惚不定。那么呢，也就是说呢，心主神明的这个功能是不是啊受到影响，因此身失所主，或者说呢莫可名状，就是这样来的。中医的理论是这样，西医也认为神经这个官能症里面的这种莫可名状啊，怎么形容也概括不了，就叫莫可名状。这个字怎么写呢？起不出名堂来，你说你到底哪难受，是不是？这个呢，我现在说第四个感觉方面了。第五，张仲景他呢又提出来，如有神灵者，就是说以上这个症状百出啊，病情复杂呀，像鬼神作祟一样。但是呢，他认为不存在着什么鬼神，反对有神论迷信，所以他用一个呢如字来表示了他的肯定态度，不是神灵作祟，好像神灵作祟一样，是不是啊？把这个整个病情的这个复杂性，精神恍惚不定，那么呢像鬼神作祟一样，症状百出把它概括出来，然后最后说而身形如何。这个身形就是从我们四诊合参以后，对不对？从病人的状态，就是形态上看不出来明显的这个啊病态的样子。但是呢，这个如果从西医的角度上做一系列的相应的检查，找不出阳性体征，也就是说呢，无器质性病变。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他说的非常肯定啊，非常肯定。作为这个我们看他这些情况的话呢，应该说形神实际上都有所变化了，但是就是找不着什么呢，阳性体征器质性的改变。这个呢就是疾病的本质在于什么呀，是精神神经系统的一种呢表现失调，表现失调。所以我说的这块呢，六项的这样的语言文字的描述，是张仲景对这个百合病第一组症候心神不宁症。第一种归纳或者说是呢描述非常符合临床实际，就至今啊已经过了18个世纪了，那么目前的这个临床上不仅常见，而且到21世纪这个疾病呢有上升的趋势，所以很值得我们深入的去研究探讨，并在实践中呢进一步的摸索，是吧？这是有关百合病的第一组症候，心神不宁症，是吧？也叫做什么呢？精神恍惚不定的症。那我再重复一遍啊，饮食改变、精神改变、起居行为的改变，包括感觉的改变，这些都是变化多端、症状百出。那么如有神灵者啊，像神灵作祟一样，但是身形如何？这个是来去无凭的，
所以不能作为临床诊断的依据。临床诊断的依据要看呢什么呢？一组阴虚内热症，口苦，小便赤，其脉微数。口苦刚才我们讲了，是吧？一个是呢心阴虚啊，心阴的不足，它可以有虚火上炎。作为肝郁的结果，也可以出现什么呢？疏泄太过，首先是肝火的上炎，和肝郁有相关的。小便赤，这个呢也是认为呢是阴虚火旺的表现。小便短少啊，色赤啊。啊，阴虚火旺造成的。七脉微缩就是细缩的脉，也是指啊阴虚内热，或者说呢叫做阴虚内热，都这么来概括的。啊，七脉微缩、小便赤都是阴虚内热的表现，所以呢这个是。一组症，这位置呢诊断百合病的临床依据啊，两组症状同时并见，拿什么来诊断呢？阴虚内热症表现为口苦、小便赤、其脉微缩。那么中间呢有两句话请大家注意，夹着中间说主药不能治，得药则剧吐利。有的呢认为呢是这个治疗了很长时间起效很慢，或者是呢效果不显著，那么这个呢也是符合临床实际的。但是得药则剧吐利怎么理解呢？只能说是误治，是不是啊？他诊断不清啊。你比方说如寒无寒，如热无热，他以为是表症，就采用了什么呢？汗法。刚才我说政治法一定得什么呢？滋阴清热，养心安神。你要用汗法，那不就是虚症用虚的办法来治疗，就犯虚虚之戒了吗？所以呢是误治造成的。那么反过来说，他抑郁时服不能食，欲饮食或有美食或有不用闷食，就是饮食上的改变，他认为是不是理食症啊，采取了下法，所以呢他这个就容易引起什么呀？吐泻呀、啊、是吧，伤及胃阴呢、啊、影响这个脾胃了。还有呢认为这个病啊挺怪，怪病多痰呢、啊、吐法涌吐，因此呢这个得药则剧吐利是误治的意思啊，误治造成的。主药不能治，什么药也不能治，咱们还研究它干什么呀，是不是啊？但是到现在来说的确西医方面没有特效的来治疗什么神经衰弱呀、精神衰弱呀、神经官能症啊，都是呢见失眠我就给你安定，对不对？就是对症下药，没有特效的来治疗这种啊这一类的神经系统的疾病，特别植物神经啊功能调整紊乱的这一类的，没有特效药。而我们的中药里面，它就要进行辨证施治，是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个地方呢，就是告诉我们呢要谨什么呀？也就是说，在治法里面，政治法我已经告诉大家了，滋阴清热，养心安神。那么谨记。啊，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汗毒下法？就是因为诊治有疑，是吧？那么他不明确，结果犯了虚虚之戒，因此得药则剧吐利。第一段呢，我讲到这儿，啊，说完了了。那么这个总纲，说百合病的总纲，现在讲到几个问题了。第一是临床表现，症状是不是啊？全都罗列出来，而且呢，表现为两组的症候，给大家概括出来。再一个呢，就是。病机，他提到了病机，病因呢是在第三段来说的。病机呢就是百脉一宗，是不是这样？也可以说呢，病先是说总纲里面包括命名，因为它是病机命名，也可以含在其中了。命名、病机、
临床表现从症状我们归纳成症候，两组症候已经出来。第二段，这个第二段呢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个段落。我呢讲我们的认识，每尿时头疼者啊，六十日乃愈；若尿时头不疼，稀然者四十日愈；若尿快然但头痫者二十日愈。这个尿呢，名词那大家都能理解，它这个字呢和这个尿呢是通啊通用的。尿，现在的这个每尿时就是动词了，是吧？当你排尿的时候，那么它有出现什么头疼，头不疼呢又稀然，稀然的名词解释说形容什么呀？怕风，有一种寒栗的感觉，是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尿快然，就是排尿还算通畅，是不是啊？还算通畅。头呢表现头悬，细分析起来看，是不是啊？头疼和头悬应当是和口苦属一类的，属于阴虚而肝旺。我这么说大家能明白吗？他的病机呢可以说是属于头疼，就是阴虚肝旺，头悬的话呢也表现为像这个肝阳啊偏亢啊，是不是啊？头悬。那么在他这个观点上好像头疼为重，头悬为轻，我认为就是这个头疼头悬归属于和肝郁化火相关联。那么稀然是怕风的感觉，那么我刚才讲了一组什么呀，异常感觉，如寒无寒，如热无热，所以稀然者这个问题也是这个放在他一种的什么呢，神志不宁里，不能正确表达，是吧？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属于莫可名状的一种情况，是吧？就像我说那病人，他老说他这个部位上有风吹，他怎么那么奇怪呢？是不是穿的衣服多了他也那个还有那感觉，所以不是冷，不是真正的冷的问题，不是真正的风吹问题，这就是这个稀然者的意思。现在呢我要说的呢就是说这些症状的出现和排尿到底有没有关系。我觉得呢西医里面的神经系统疾病里头其中有一类呢就排尿性晕厥，排尿性晕厥呢就神经性的问题。那么有一类呢它病因很明确的，就是因为比方说夜间起来的话这个啊，或者你的体位变化突然变化，是一个血压的一个调整上的出现的问题，所以呢它有的是排尿和头晕有这种症状。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并不是指那种症状，是吧？怎么来解释这个病机，请大家看我们书上呢就从经络辩证里面考虑。我昨天还提到了太阳表的问题，是不是啊？主一身之表，另外它要和膀胱经的循行怎么样有关系。足太阳膀胱经呢就是和头和足和膀胱排啊这个排尿呢都有联系的，所以他说肺呢有通调水道下属膀胱的作用，而膀胱呢又外应皮毛，那么其脉呢上行于头入络脑，故小便时呢有头疼啊恶风啊头悬的症状产生。但是在临证的时候我觉得我也看了一些病人，并不能因为呢说你排尿头疼不疼啊还得问人家，你头疼的话你就得六十天才能好，你要是那个头悬嘛就二十天好。这个和愈后特别是疾病的这个恢复没有内在联系，没有内在联系，只能说明啥呢？这个百合病啊在预期的问题上是不可定的，确实呢得和这个病人一个是坚持治疗，第二呢心理调治得跟上来。特别是这类病人现代医学也研究了有他的人格基础，如果他不把他的人格改变一下子，是不是啊？把自己呢放入社会放入家庭放入外界环境里面来正确对待面对现实，把生活事件一样一样都处理好，光靠药物是不可能的，这个呢是肯定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关于预期的问题只能说明它确实有长短不齐的情况发生啊。关于好的快还是好的慢，我认为药物治疗辩证施治得对头。第二呢就是呢一定作为我们医生要根据辩证求因这个做呢一些诱导工作，思想的那个这个什么呢解释工作，就是给他开导，让他呢在心理调治上和医者呢共同合作促进他相遇。这个呢又回到我们
审因论治的原则，饮食与调护并重的这个原则上，这个疾病百合病，中医西医都这样，要不现在怎么心理医生是不是啊这个受欢迎了。据我所知呢，就美国911事件之后，心理医生特别的火，门诊量增加，是吧？那就是呢，他对这个事件的突发呀，精神上，包括有的家庭确实遭到了伤害，那么对他精神心理上刺激很重。那么咱们这个讲的这个百合病，实际上是精神神经系统里面比较常见和多发的一类疾病。所以我说呢，第二段我们把它呢，就是和我们讲的这个百合病的两组主要症候，还给它归结到心肺阴虚，以心阴虚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病因病机啊的认识上。好了，第三段，其症啊，这个症就是我上面讲的那两组症候。或胃病而愈现，这个病是指的什么病啊？热病。我刚才说过，不是和热病有关吗？是吧？百合病的症候是在那没得热病以前就已经出现啊，所以呢，和热病有关没关呢？没关系，看到没有？在没得热病之前它就有，因此呢，它这个是一个原发性的病因，是情志不随，郁而发火，和热病没关系。现在临床看，这个的确是始发原因很多的，差不多都是肝郁啊，肝郁气滞。第二句话，或病四五日而出，或病20日或一月未现者，这个病还是指的热病而言，在病四五天的时候就看到了百合病的症候。那么呢，或病呢20天甚至一个月，时间长了，这个症状的表现怎么样呢？轻微一些了。有的版本上写的是什么呢？不来说它症状的轻微还是严重，写的是什么？看这个字就差啥了，这反文双人都在里，就是中间这块有点变化。所以复现，在病热病之后一个月又看到了百合病的症状，这个呢就是说明和什么有关系啊？和热病有关了。那就是热病这个要和原发性病因来比一下了，就是继发于热病之后，所以可以说呢继发性病因。五版讲义是全文呢这个摆到我们的面前，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原始资料来说呢百合病的总纲。后来的讲义把第二段第三段呢取消了，很遗憾的就等于把张仲景自己是吧揭示疾病的病因两个，情志不随郁而化火为怎么样啊最常见的一个病因，是原发性的，而热病之后余热未清是个继发，可以说是少见的。但是两者之间不管是余热还是化火的，因为五志怎么样啊最易化火，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呢不管是余火还是余热导致的都是什么呢？伤积啊，耗伤阴液。刚才我反复讲阴虚内热，现在落实在脏腑辩证上讲义上，因为说呢百脉一宗习志气病那个这个一宗是归于心肺，所以这个阴虚呢他认为是心肺阴虚。因为从以上的这个临床表现分析呢，都是从心阴虚神不守舍，是吧？从神志上，因为心主神明，心主血脉，心主神明，由于心阴虚呢怎么样啊神啊不守舍了，神不守舍了，所以呢心阴虚为主。而肺呢，肺阴虚应该是什么呀？燥咳呀，咳痰不爽啊，甚至咳血呀，这里头表现出来了吗？连他的这个原文里头也没有说这件事情。所以我说呢，
现在所有的讲义都说它的病因啊，情志不遂，郁而化火，热病之后郁热未清，这两种病因导致的是什么呢？阴虚内热，心肺阴虚内热，脏腑辩证。而我说呢，确实从百脉一宗上呢，因为心肺的如果功能失常，那它确实像全身都病了一样，所以症状百出。但是从临床观察看，情志未病，药所难及，是吧？治疗棘手，而且呢，特别是以心阴虚、神志不宁为主要表现，因此治法确定在滋阴清热、养心安神上。所以这个总纲里面第三段补充出了病因，而且呢，提出了什么呢？物质的问题要仅用这个汗等下法，是吧？因此呢，在这个治疗上，我们推断出来物质仅用汗等下，病因病机已经落实在心肺阴虚，以心阴虚为主，所以滋阴清热，养心安神，自在其中了。这是第一段呢，就讲到这里啊。下面呢，我们来讲治法，首先来讲第五条。百合病不经吐下发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黄汤主之。这个百合病不经吐下发汗，病形如初者，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要分析的一个是啥呢？病形如初。病形如初呢，一个呢就是他得病不管经历了多长时间啊，病情比较稳定，变化呢尽管症状是百出的，但是病情比较稳定。就开始得病和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前后差不多，还像刚得病一样，这是一句话，病形如初。第二个呢，就是说呢，如第一条所述，啊，如第一条所述，就那临床表现两组症号。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呢，根据我所分析，为什么说百合地黄汤是它的主方？首先我们还从五脏病机分析上来给大家归纳一下啊，看看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为什么强调一定要以心阴虚为主，就是说首先我们因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不是强调以辨证为主吗？心阴虚为主导致的是什么呀？神志不宁症，是不是？所以这个呢，神志不宁症饮食上的改变，我刚才已经说了，脾气不足，这个呢主要导致在饮食上的改变，不重复原文了啊，常默默。肝湿疏泄，肝湿疏泄对脾的运化仍然是有影响的，所以我用这个箭头呢来表示肝湿疏泄它就不能呢疏泄脾胃以助运化以助消化。我这上次在讲肝脾之间的关系已经体现这个问题了，对不对？那么反过来说呢，肝湿疏泄以后呢，它就表现为什么呢？常默默呀，精神上的改变，这是肝，肝湿疏泄以后呢，肝郁化火，肝郁化火呢，所以它就出现什么呢？阴阳之间的失调，出现虚火上炎啊，是吧？阴虚火旺啊，出现的什么头疼啊、头眩啊、口苦啊这些症状，所以这呢阴不治阳。
不溢血了，是吧？这个病机上，那么现在说呢，肺朝百脉，这个如果说有联系的话，就是刚才提到了肺与膀胱的这个关系。排尿的，排尿时的异常感觉，我确实，临床这些年的话，我遇过两例，一个呢就是出现在什么情况下呢？那个这个是个女的建筑师，她呢可能从那个脚手架上呢就是摔下来以后，脑震荡很长的时间他才好，好了以后他讲他这个症状最主要什么呢？就是一上卫生间排尿的时候，他就有头疼啊、头眩啊这样的一些表现，啊，这个症状呢，在这个恢复呢也是非常慢的，因为他本身呢就是脑部呢外伤啊引起的，和我们现在讲的百合病呢不一样，也就是说呢，比方排尿性晕厥这是一个病，也和神经系统相关，像我刚才说的，由于外伤导致的。这个脑神经的系统呢，它也有这种，所以这个症状呢，我想呢，张仲宁把它记录下来了，肯定他也是临床所见了，有这个，那么呢，咱们也有必要呢，怎么呢？就是怎么去联系？这不说吗？肺为水之上源，对不对？和膀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为什么会在排尿的时候他就有感觉，有异常的感觉？这个呢，咱们把这个问题呢就说到这儿。所以这些情况的话呢，我觉得呢，还有一个。就是作为百合肺朝百脉的地方吧，这是从症状上，再一个就是药用上，百合呢它入心脏二经，对肺来讲是一个润肺的作用，润肺的作用，当你呢恶汗是吧，造成肺阴的进一步伤害的时候，它是靠百合和知母相合，所以这个在配方上药物的治疗上，它也确实从肺的方面呢入手了，有一定临床疗效。所以这五脏的这个病机分析啊，我觉得和百合病呢还都能说得通。就我的认识，我给大家呢归纳到这里。所以呢，尽管说这个病情如初，从这两个方面认识，但是你病机的认识应该是呢一致的，因此你才能来理解为什么百合地黄汤是主方。百合地黄汤主治。我今天讲这条的那块呢，我为什么要重新把这个病机给大家从五脏上给它分析一下呢？我就是要重复我在序言里面所讲到的张仲景《金匮》这本书，体现的是治疗杂病的典范。它典范在哪里？就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以辨证为主，辨证是核心，核心要辨什么呀？辨病机。现在我是不是要落实到这儿？也就是说变病变到百合病了，现在我要变的症是一个什么症？要用百合地黄汤呢？从刚才分析的这病机，它具体应该落实在哪里呢？咱们先从药物上看啊，百合。百合这个药呢，咱们比较清楚的，像临床用的百合地黄丸呢，它是治什么的呀？肺阴虚的燥咳，是不是啊？肺阴虚的燥咳的。那么显而易见呢，它是一个肝寒之品啊，是个肝寒之品，肝而微寒，入肺经润肺止咳，入心经呢清心安神之效。现在我们讲的这个百合病不涉及到咳嗽，不涉及到肺气上逆，所以呢我们就讲它呢取其百合的润肺清心安神之效啊。再给大家引一个呢，就是日华子本草，讲百合的作用，安心定胆，安五脏呢，前面它多了一句抑制，
是啊，这个百合病的病人呢、啊，他有的时候时间一久的话，他就说呀、啊，啊，记忆力下降啊，精神不能集中啊，啊，这些。那么作为百合呢，它不仅能够啊清心安神，啊，包括还能润肺。现在我呢给大家讲，安心定胆抑制安五脏，所以百合为其主要，啊，百合是主要。不知道大家看过那个药没有？反正江南的话呢，作为做菜，他那个做法和咱们这个方术一样，要求呢用水把它浸泡一夜，第二天呢再是凉拌呢还炒菜。百合长得大的话呢，就像那大蒜瓣包在一起，因为它是球茎、鳞状茎入药，就像蒜瓣一样。所以有的人呢，就是在古代的住家里面，他说呢，百合是吧？它呢就是让你怎么样啊？夫妻生活呢也是的非常的和顺。百合，它是呢起百合病的病名，它有一种这个说法，我认为都不可取，就是百合一药能治本病。为什么百合为主要？刚才从这功效看出来了，是不是啊？不管是对心对肺，它都有治疗意义。那么作为这个地黄，而且选用的是生地黄汁，生地黄在中医这个知识里面呢，他也讲治男女虚损，滋养肾阴呢，滋养肾阴。所以现在呢，广告词一说六味地黄丸，今天你吃了吗？我这么想，他也不能全民都肾虚啊，是不是？他为了推销药，就六味地黄丸成了万能的药了。咱们中医可是得明白，他必须得怎么样啊？辨病辨证，以辨证为主，得符合这个才行。是的是肾阴虚还是心肾不交的这个情况，你才能用生地黄，是不是？现在我要说呢，就是这两个药，我生地黄汁咱们现在临床肯定取不到，你药局它不给你提供啊，都是生地黄，是不是？但是呢，你这个药物的作用，生地黄我觉得呢，这个功效从两个方面来说啊，一个是呢它能够滋肾水，就刚才我讲的那个养肾阴啊，滋肾水养肾阴呢，滋养肾阴呢，是吧？当然对心来说，我们讲中药的时候把生地放在清热凉血药里面，是吧？既能滋阴又能清热凉血，你说清热清什么呀？我觉得它清心热，是吧？特别是一心阴清血热也可以啊。这个功效不外乎，首先它是个滋阴药，对不对？又是个凉血药，又能一个清热药，这个功效你这么一记，在五脏辩证里头，大家请你看注意啥？对心肾有选择性，是吧？滋阴啊，清热呀，凉血呀，是吧？那么关于滋阴这个问题上，是对心肾，对心肾。有一个医家呢，就是程门雪，在这个。他的书里面就是《金匮偏解》，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在这本书里面是他自己一个独到见解。我觉得作为我金匮教学，我应该向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按照第一篇《健肝治病治肝传脾》，是吧？肝虚所用的补用酸、助用胶骨、应用甘味之药调制，那个讲的是就是生科制化原理。那么现在呢，他要讲的是健心之病。我现在是不是说的心阴虚病？那就是健心之病，知心传哪儿应该呀？那不鱼脏准此吗？现在就是知心传肺，当先食其肺气。这就是按照第一篇第一条。余脏准此推导来的，听见没有？见心之病，现在我说了是心虚的病，它知心呢传肺，就是这个五角星的话，是不是？心的病现在要传到肺，当先食其肺气，肺气
体现在百合地黄汤的治疗作用上。这个百合地黄汤治疗作用就应该怎么说呢？这个心火亢了，所以它才成了肺金了，是不是啊？那么呢，现在当前实际肺气，你就得怎么样啊？制约肺金，靠谁来制约肺金？百合，是不是啊？润肺啊，是不是啊？这个清心呢、啊，这个作用，这个清养肺阴呢、啊，清养肺阴呢、啊，来达到制约肺金的作用。地黄汁呢，不光是来清心养营，主要是呢来治心火，也可以治心火。怎么治的心火呢？是通过滋补肾阴来制约的心火。滋补肾阴，是吧？把肾阴补上来，制约了心火。完了，再加上呢，滋养肺液、肺金啊，就是说呢，把这个清养肺阴的这个道理。所以有的说呢，就是说这个百合呀，润肺清心呢，能够清气中之热；而这个生地黄汁呢，滋阴清热，清血中之邪热。所以同归一宗啊，同归心肺的话呢，既清气分之热，又清血分之热，也就达到了呢当先实气实肺的意思。所以这个呢，在内伤神志病里面，精神恍惚这一类疾病里面，说心肾不交，或者说呢见心之病，知心传肺，要对于传的那肺经进行治疗，这又是一个呢观点。这个百合地黄汤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地黄汁滋养肾阴，滋养肾阴呢就清了心火了，心火一降下来以后呢，对肺经怎么样了？你再加上百合一给它润肺，因此有很好的治疗作用。这堂课讲到这里，休息。